秦牛正威是姓秦还是姓秦牛？我爸爸姓秦，然后妈妈姓牛，因为我属虎，所以我正在发威。哦，好特别哦。所坤，你的名字是？你的名字是？我的爸爸和妈妈的姓。对，我也是这样想，应该是因为他跟徐都是，所以你的名字应该只是坤。对，所以我自己是叫坤，就叫自己坤嘛。对。对，你们期待等一下吃到什么？Lisa, do you know the hot pot? Hot pot? Yeah. Do you like it? Yeah. It's very famous in China. 然后 do you know the pig's brain? It's big or it's very small, like this. But it can eat, you know. 就是我们在火锅店，其实你可以点得到那个猪脑。你敢吃吗？其实不难吃。是好吃的，你可以试一下吗？ How it tastes? How it tastes? Like tofu, yeah. Like tofu? Yeah. No way. Yeah. 就是会有一些动物味。其实如果辣的，辣就会盖过。对，所以其实你可以 try 看看。I can give a try. 你们聊聊起吃的，饿了，你知道吗？对不对？我刚肚子都在叫。对啊。荷马影业是包贝尔，对不对？你们来之前包贝尔。欢迎，那你猜猜看我在哪里呢？好幼稚，找得到吗？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坏。